干，那边有个北七，把东西全部藏我背后。刚刚差点做到、欸，疯了是不是？做爆，疯了是不是？开箱都不用开，直接做爆。刚刚开完游戏王的那一本书，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是下集。刚刚那是上集，我是 NBA 大熊 Much Bear， 然后这是下集，所以他要来开这两只。就这两只是，就是比较无聊啦，就是你看完上集就可以直接不用。不要这样看了，因为我需要点阅率、啊如果你。我需要点阅率，对。所以你时间比较多的话，看上一集，然后这个是时间就看一看。这个是就是薯条吃太多的哥吉拉，然后还有这个就是不知道放这样，因为这样会有对战的感觉。这个不知道是杀小的三头龙，基多拉啦。哇，你不怕被黑爆、哦？我完全不认识啊，我假装认识干嘛、就是？你认识就好啦。哥吉拉怪兽之王，这是他第二集的电影里面的造型，对他精品，他这是很帅的基多拉。对，算我刚刚讲三角三头，就是没关系的。反正他出了一个精品，然后他就是会两个是一套，他们会出来会有一个有点像对战的。精品就是那个日本就是做给那个夹娃娃机专用的那个模型，然后它价格呢会相比一些平常的模型便宜，因为平常大概这样子一直就要1000多块。然后他现在卖的比较便宜，就大概通常是半价左右。嗯，所以这样子你要猜谁？这样子买起来其实没有1000块。你要猜谁？你要猜谁？你要猜谁？没有，让我讲一下盒装哦。我只是想看里面，因为它盒子做得很漂亮，而且它盒子大小，我就可以拿来打卡。我觉得很 OK。嗯，卡盒不行，这个太薄了，这个、太薄了，那里面很薄。得废卡、啊。哦，那可以。对啊，就是废卡可以，因为我觉得我这个盒子应该，我觉得废卡很可以，这不用丢了，这这么好看，它那个质感做得很好。嗯，尤其是这个，那个整个下巴都脱臼了。那就先从下巴脱臼嘛，脚开始开吧。从下巴脱臼嘛，脚给你开。然后碰手里。哦，因为我觉得我碰不起，手套都装了。这个小事吧。这个很便宜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小没有，我觉得主角那个主人在就要给主人开，我的想法是这样。我还没有拿，可是我超不会开盒。我刚才原本来想说，我要不要拿洋芋片进来吃，就是我一路吃，然后一路开这样。我没有，哎、欸，旁边有那个，旁边有胶带，Oh my god！ 你要直接把它拆爆了，吓死哎、欸！这个不能破，这个不能破。抠啊！而且我这个都会勾起来、欸。哦，那个很难，那个很难，那个我也不太会用。那个你要从两侧慢慢拉开，那个不能从中间拿。包装是。它里面还有附胶带。包装我怎么开？我来了，不然不能。我来了。欸，可是这样子缓冲很够啊。哦，好小。人家很迷你吗？可是好可爱。怎么那么小一只？好可爱哦。我还以为会跟盒子差不多大、欸。拜托大家爱护环保好不好？你自己买塑胶制品，跟我讲说环保。哥吉拉不是一个环保。你在公松球吗？哥吉拉不是一个环保议题的。我买咖喱公松球吗？我们只是纯粹买更多，然后召唤哥吉拉出来。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哎、欸，也把啾吉拉盖起，嗯，他眼睛真的很凶哎、欸，杀气很重。嗯，他的好好看哦、喔，很漂亮。他那个嘴巴里面做的很棒，好真哦、喔。他的涂装很，他只是肥到不行而已，好可爱哦、喔。这是阿嬷养的，他的三头身，这是阿嬷养的。对。哎呦，这么瘦！哎、欸，不行，我真的觉得他很像鳄鱼。对，然后他的鳞片。没有，哥吉拉好像你这是胖胖星球的鳄鱼吧？哥吉拉的身体的一些细节是真的是参考，就是真的动物，像鳄鱼那一种的。你这是胖胖星球的鳄鱼了。然后，可是好可爱啊，我还蛮喜欢的。然后它的底座是有被摧毁的城那个大楼的。哎、欸，它其实它的设计感比我想象中的好哎。对，啥霸扣？我原本以为它里面鳞片应该不会做那么漂亮，它里面鳞片做的超好的，它里面这个细节真的很细耶。这不知道影片里面看不看得出来，可是它细节真的好细。哎、欸，你买到这只是好的、欸。我怎么会这么会花钱呢、啊？因为有的时候那个你买错，时候眼睛是必吹的。这次大妈没有必吹。这个大妈来。对啊，很认真上色，大妈 good job。虽然这很像胖胖星球的鳄鱼，超可爱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你在哪了？等一下我现在再找一只。你就先炸啊！我就先拆啊！哦，这只文件很多，难怪厉害，难怪比较贵，这只比较贵。这个鬼甲龙魂 C， 可是它的涂装很丑，我觉得它的颜色粗粗的。它有两个屁眼。我已经没有打算要拍小孩子看的啊，你以为嘞？三头龙右屁眼，
赞，是哎，我已经感受到了，痛一定很痛啊！他后面是，我看什么刺的啦，神经病哦、喔！顶扣扣，你自己慢慢装，我才不理你。这个就可以直接放在顶扣上，好痛哦、喔！堵在他胯下是吗？这是这样吗？他不知道痛在哪里。我看我的手真的好痛。算了，我觉得你知道我刚刚把它往下压的时候也很痛，因为这全部都很刺啊，这个超超紧的，刺爆哎、欸！哇、哦，你好辛苦，刚刚真的好刺、欸，真的很痛，这个超爆刺哎、欸，这是在冲啥？这国际用查克加西郎，他刚才装这两个翅膀的时候，整个就要握住这个尾巴哎、欸，要修全笑哎，而且他的牙齿都没有弹出刺。而且他整只都是刺，他不是只有一点，整只全部哎，好疯哦！哎，可是他每一个头都好好看哦，而且你买到的每一只眼睛都没有被拆，嗯，六颗眼睛，哇，这只啊，我在电影里面觉得他很丑哎，可是他实体看到好好看哦，看好潮哦，对，他可以这样摆一个对立啊，对哦，金色他本来在电影里面金色对不对？金没有到发光的金，但它是金的。不会，我觉得这样子就很有质感了，因为这个价格这样就很高级。它四五百块，五六百块。而且重点是你要想的是，精品的金很容易脱色，嗯，这样比较安全。对，精品的金超容易脱色，好帅哦！摆起来很好，这样面对面超帅的。可是它不是，它没有办法把两个比例不一样。对，两个座是没有办法平在一起，它可能就是自己。而且比例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它可以，它也可以摆个一高一低，因为它有阿嬷养啊，有阿嬷疼。他很散，他的东西都被他吃光光。一高一低或平行，难怪会对立的，因为他吃很饱很饿。嗯，而且我觉得他没有到，完全没有对立。没有，我在认真的看我的玩具。我就是一个在不知道从哪小的，好好看哦，怎么那么帅？被他们真的有对战，细节太高级了吧，真的有对战。然后单哦，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到很厉害的对战，然后可能下面就是铺一个那种绿色的垫子，或者就感觉就有接在一起。单一摆起来也是。对，我觉得单独放就很好看了。嗯，你不是说两只加不到一千吗？怎么会这么会买东西啊？啊，这个频道的怎么在买？我有点饿了，都在买那个牛蛋的钢蛋，然后我还给我起床，不知道在干嘛，比较死。在别人的频道第四他本人就是这么。我上两集才刚开了一个垃圾出来了，现在就在呛我。我片都还没剪好，还没放上来，你就在呛我。还缺件？哦，缺件那不是我买的，那是另外一个废物。然后开那个什么包包，然后就给那个 SH 五一张杯子，这样子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无聊。差不多的价钱，为什么？对不对？我最近整个开了一组牛蛋披肩、欸，我把你这个月份的、上个月份的还没我影片还没剪好，我有开了一个新的披肩的牛蛋，你知道吗？嗯、我觉得你到时候又要 diss 我一次。然后去那个家乐福买那个冷瓜，然后在那边这样冷瓜放在那边、啊。对而且它正面很丑，它正面超丑，来，我来给你看，它正面丑爆，它正面根本就是……哦，你跟我说啦，是吃麦当劳儿童餐送的，我都信了。讲到三小话，好过分，它比儿童餐便宜啊？它有比儿童餐便宜吗？现在的小孩以前儿童餐就很贵了吧？以前儿童餐小时候就要吃什么四块小鸡块、薯条加可乐啊，我记得七十几块、八十几块那样。而且我大概吃到国小六年级还是国中都还在吃儿童餐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麦当劳还有手机那东西，你连正我就去那边然后看就不知道是什么，我就说好吃的东西好习惯，我要哭了。然后我朋友这种人说啊你要吃的东西，对啊，然后在那边玩去。而且现在儿童餐还没付玩具，你要自己买，你要自己加价格，超费。可是价格也差很多好不好？可是原价应该是差不多了，我买的时候是特价才有那个便宜啊。168嘛，它这個原价绝对是也是五六百，好脏，不要闹！喂，现在还在录哎、欸，现在還在录哎、欸，冷静一点，现在還在录 ，no！ 换手，错边，慢了，等一下，这两只真的超好看，这两只超好看的，这两只的细节很值得收，现在应该外面都好卖吧？应该还订得到啦，应该不会没货吧？
所以这两只呢，如果说娃娃机看到，我觉得也不能说娃娃机不好。你如果技术很好，可以确保在500块以内夹到的话，我就建议你去夹。如果技术很好的话，联络我，然后我会每天给你30块，叫你帮我夹我想要的东西。我突然好像也不知道讲什么，断话者。等一下，我刚刚讲哪里了？就是反正就是自己技术很好，可以自己去夹。技术不好的话，我推荐直接买，因为这个真的不贵啦。因为喜欢哥吉拉人都是超有钱的。哦，你是穷逼，我是穷逼，我爱便宜货。对，然后这样子两只才不到1000块，我觉得超值得买，因为它很大一坨，啊，其实这样拿起来就很大坨，我觉得这价钱很值得，而且这个还可以插死你的手，如果女朋友不开心的话，你直接插她脸，就直接把它放在她脸，你再给她钱去整形，你就会有正妹老婆了，对，反正就是这样子，还不错。我觉得你今天很危险，你今天讲话我不在意啊，反正我的频道不是，我最近越来越充满这种状态，你没发现？你会发现我后来发的这两部影片都很精彩，很精彩。我终于找回自己的感觉了。你的个人风格啊，啊，对啊，这样黄标，我不在意，我现在完全没有要开收益的意思。哎，我订阅到现在才78，最近那个点阅率还降低了，很快就87了。没关系啊，反正就是如果喜欢的话就去买啦。然后今天呢，就是。我们的时代的两种东西都开完了，他上一集很高调，这一集就很废。对啊，领薪水那一天把他们抱回家。这个打开其实质感还蛮好的，这个真的没有浪费钱。嗯，这一次你买东西没有浪费钱，你之前很常浪费钱，我都很常浪费钱。去买折叠啊！还在那抽，还在那抽，还逼我们喝雪碧。什么血没抽到？然后那个烂游戏，他妈的，还去停，直接黄标，直接黄标，是绝对黄标，这很难见。Good job， 我的节目最需要就是这种该死的爆点，最后大家被告爆。哎，不是 diss 别人，就是讲一些可怕的话。然后你把你们游戏都删掉了，我没有在玩你们游戏，放。劝你们啊，不要再停啊，不要再这么红啊。我不玩那么红的东西，甚至我已经删掉了。这样不会太多吗？好了，反正就是这两只很值得买。那今天的频道呢，就是到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到今天的频道就这样结束了。以后会有新的影片。有这一支的影片就到这边。然后如果喜欢我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那如果不喜欢我的话呢，我到时候会把那个时代的频道呢放在下面，链接会放在下面。泡他就好了，可是里面没有影片，不喜欢泡他就好了，没有必要在我这边留言，对，没关系，这一支影片不需要留言，反正就到他那边，因为问题都是他发生的。用留言、啊，我就是开着、啊，他们如果要留言，我再跑去骂你。OK， 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